主料刀豆350克，香肚125克，辅料适用油2毫升，盐0.2克，黄酒2毫升，糖0.2克，鸡精0滴。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刀豆去两头抽筋，熬炖起劲，香肚切长条，油锅热下香肚炒至变色，加刀豆翻炒变色，加黄酒水，加盖沫煮8分钟，加盐糖鸡精炒匀。烹饪技巧，刀豆需煮透，不然会有豆腥味和生硬感，会引起食物中毒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